杭州亚运软网项目，中华队今天进行的是男单的赛事。我们的选手张佑松今天是先击败了两位印度选手，一位南韩的选手，晋级到了金牌战。不过非常可惜，在决赛的时候是以0-4输给了大魔王日本选手上松俊贵，拿下了银牌。先来听选手的赛后访问。分量很重，但是扛住了。对，四强遇韩国，那其实拼得很激烈，然后。我也是在这场也是很享受的去比赛，然后执行教练的战术，然后结果不如意，那我也是没有遗憾，尽全力。因为我一直在落后嘛，然后我就一直追分，然后追到抢七4-4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有机会要赢，但是好像就是这个想法让我自己有点松懈下来，所以导致后面的表现就有点打不出来自己想要的球，所以就遗憾落败。第一次打亚运的张佑松表示，面对经验比较丰富的日本选手，他已经拼尽了全力拿下银牌，他也相当的开心。那么今天同时另外一位选手陈玉勋是拿下了男单的铜牌，这次中华软网队在亚运是拿下了3-1的成绩。以上是记者林敏珍、陈旭毅在杭州掌握的最新讯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